所以咱这点吼就是靠在顶。啊，这样就是讲，现在咱今要退化的家，就在这里哈、哦。这像四丘哈、哦，像四丘的家，这块。啊，咱这就是讲要念佛时阵，一定要把这下四丘提掉。啊，上了解就是爱为家己。所以讲，咱这头痛嘛是家己有法度了解，其余的人没有办法帮啦，吼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呢，我们透过经典。那我们现在这个经典为这个啊头壳啊，吼。啊，因为这个在咱的阿弥陀经吼，这在外口，尤其是香港的大学，这个黄中光这个校长，伊这嘛确定，伊之前拢是伫密宗，吼禅定，结果有一天伊讲吼。菩萨甲伊讲，伊讲伊伫食禅定诶时阵，讲你敢有法度转去？你伊问讲你转要西方？伊讲袂，伊讲无法度，你找读较较悬安尼吼，你连放下都无。结果伊只甲三讲念一句阿弥陀佛，为着水，为着修，即、這个食个皇冠。好，我们讲一遍吼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四丘，就是即块，即块就是咱诶植物人拢秘伫遮。啊，所以咱只要甲咱诶脾气毛病摕掉，啊要哪摕掉？因为阮当当时吼，我迄阵伫国外啊，伫讲这课时，拢是出家人来上课的。结果阮出家人一届学3000万啊，哦，开3000万啊，嘛是学袂入。啊，后来才知道什么问题，原来他对自己没有信心。啊，出家较久啊吼，就少年的时阵，伫美国的时阵就出家。啊，因为学生心灵，他一直没有办法打开。啊，咱现在知影讲，原来因对佛祖无相信，是因为没有看过了，没有看过，嘿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是讲，把这个佛祖放伫遮，安尼就好啊。啊，过来这个鼻腔的过敏吼，这叫做额窦，伊这水吼，为啥叫一个自律神经的诱来？啊，你念佛的时阵吼，我们有一个方法，就是讲，咱你拜佛的时阵，这个神道穴伫遮，即块，即块，就是第三站，即站，即站吼，从这个第七节、第六节到五这里，啊，这是第三节，就是讲咱的阿兹海默即块，啊，再拜佛，吼，去拜佛。拜佛，拜佛下去呢，因为吼，一拜落的时阵，拜下去，吼，哎，这块就开啊，这块就开啊，安尼，哎，扭开，吼，再搁拜佛，吼，这块就开啊，这是这个科学家吼找无，搁这个香港大学吼，因为这个校长的关系，搁加上咱台大校长吼，因为伊只甲这个身体的绕场，因为伊伫测试呢，甲佛祖的时阵，这个佛，吼，这个佛哦，测不准定律就是讲。伊伫哩重复伫哩用念阿弥陀佛的时阵，结果因为中风嘛，结果伊即个就光就开啊。所以从迄个开始吼，伊毋敢搁讲出家人的问题啊，毋敢讲。原来出家人伊本身一个喙伫哩念阿弥陀佛的时阵吼，有法度消咱内底的业障。伊安怎测试？伊逐摆嘛，甲即个佛祖、即个佛写伫遮吼，写伫逐个头壳顶，捧手。伊着有光，哎，足奇怪，伊嘛请啥物人吼，啥物名拢甲写写落吼，着是拢袂准，着加即个佛，一遍、两遍、三遍、四遍、千几遍啊吼，着造出来。所以这一点，我们要让我们清楚的是讲，你现在虽然相信，啊，毋过你固执吼，你遮固执伫，喜欢去哪里，喜欢去跟谁在一起吼，咱着搁做顶做伙叫做报恩、抱怨、讨债、还债。做家人啦，所以伫遮就是像阮吼常住法师们，甲啥物人拢袂较好，甲啥物人嘛无较好，大家拢好。伊爱学到安尼时阵吼，即块下四丘无起啊，就四丘嘛无起啊，即个叫做扁肢体，改变扁肢体，扁肢体，对，阿弥陀佛，就是讲伊会做一个桥，互你通关安尼，好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好，所以我们是希望说，今天呢，因为伊在伤过油吼。啊，咱今日甲讲科学家，你讲的科学讲的，甲0.01%尔哦。伊无法度去相信，讲啥呐来甲台湾吼，只要伫菜市啊吼，你该行路行过嘛，甲你讲阿弥陀佛安尼。吼，伊甲知影讲，即个世界吼，有一个台湾甲中国无啥共，因为咱的字是繁体字，中文吼伫迄个大陆是写简体字，哇，又阁无共。啊，毋过伊爱用即个佛甲有哦，即个佛做即个佛，吼，即个佛。即、这个阿弥陀佛的佛，即个佛啦，人减一撇嘛无法度，加一撇嘛无法度，拢无。所以讲，伊全世界宇宙就是即个字，所以咱爱念是爱念即个字，毋是迄个比佛山庄迄个佛有无？爱有加即个字尔。所以他就测试，
重复大概1000次、10000次哦，确定啊，这个字袂变，它就是只有什么无量光、无量寿，安尼尔。啊，你嘛相信伊的时阵吼，所以你这个下次就一定要提掉。算讲我袂用看到人个不见世间过，安尼你就是内证啊。无你用加看别人相啊，有钱无钱，好嘢善嘢，你嘛伫遮个时阵吼，变成你会念佛，但是到一个空间，也不是边地哦，伫这个空间。所以啥人，阮修到尾啊吼，你看，正常迄议员来到阮遐是甲阮跪落的时阵哦，我拢甲伊讲，你是跪阿弥陀佛，毋是跪人哦，对吧？为虾米？因为他本身啊愿意了。啊，佮因迄妈妈可能伊才是心通的，你知无？所以我甲伊讲，你念佛做的时阵，就无遮个心通啊。你只要念阿弥陀佛就有啊。啊，毋过你念阿弥陀佛，你袂用讲吼，即、這个师傅较好，我要尊重伊；即、這个 BQ 较无好，我无要尊重。安尼佫无去啊，伊逐日嘛有感受着。哦，所以后来呢，我们终于了解到，就是咱讲一遍下四秋，下四秋，就是讲袂用去分别。嘿，人人好，人人拢是未来佛，安尼就好啊。啊，即你嘛紧念吼，念久了你啊，有志地先改变。所以咱这糖尿病的人吼，有志要先改变，袂当怀疑，爱相信每一个人后摆拢要做佛祖。所以这就是伫咱的阿弥陀经内底吼，上尾啊遐就是讲，你嘛一发愿要转去西方的时阵，迄边莲花就开啊，伊是一个表法。因为迄莲花内底种吼足苦的，啊，所以你伫人间行过的时阵，你才知影讲，原来做人处事就是爱平等，安尼这个心境就开啊。开的时阵，这个脑就开啊，这第一遍。后壁即个后头骨就开啊，吼、哦！开的时阵上特殊，就是你看哦，伊啊右手嘛开的时阵吼，伊咧拜佛的时阵拢袂酸，伊咧拜佛的时阵目睭拢袂涩涩，因为咱生老病死是正常的对无？毋过你袂当吼，目睭模糊，因为你去开刀了，伊同款阁生，啊阁即个速进步的吼，因为阮朋友伊是眼科医师，伊咧甲水抽起来有无？阁共灌入有无？即个只要伊早。嘛是拢用西医的，即个目睭吼，渐渐拢看无啥有啊。逐工哦，逐工即个伊拢爱去啥物，做特殊的视网膜的镜，因为咱的眼角膜浆吼，这里这个地方是什么？这是无微血管的，即个目睭只无微血管哦，所以你即目睭只有无？你看我只个甲你摸过，你个目睭会搓搓捏无？你看我只个动得滴，会搓搓捏无？迄就是眼角膜，所以你只眼角膜伊拢无。伊无血管哦，它没有微血管，所以你念佛的时阵，目睭吼一定要垂帘八分，紧念佛，莫直看别人，有无？伫念念到尾时，你这个脑才着开啊，这块着开啊。伫倒叫做松果体。所以阿弥陀经讲就是讲，咱的人体大藏经就是讲，伊做佛祖嘛是伫你个身躯内底，啊你讲嫌嘛伫你个身躯内底，啊你九品莲花要去偌悬的所在，都爱看你在生的时阵对阿弥陀经。了解成分外精外清，安尼就好啊。吼，啊，虽然今日讲就是念一句阿弥陀佛的烧81劫对吧？不过一句阿弥陀佛叹81，虽然进前犯的口业，咱去佛祖面头前跪咧忏悔。啊，忏悔一个好处，你本底目睭蒙蒙的、模糊的，就好啊。啊，像阮的菩萨，像我们那个很多那个老菩萨来到咱家，你看伊年纪安尼吼，伊只要讲你会了解，无论囡仔过身去的。神仙过身去的，伊个时空统一，就是讲迄个时间吼，毋是像咱人一定爱睏爱食饮咩？咱个西方极乐世界吼，48大愿当中个第37愿，你想啥伊就睡觉，要食啥物就有啥物，要啥就有啥，这是伊个第37愿，对无？所以伊个第三愿头前即3愿就是拢无迄个恶鬼啦、地狱啦、众生拢无，伊迄个鸟啦，也是迄个厝拢是。阿弥陀佛变嘛，对无？啊，阿弥陀佛毋是宗教，原来伊就是伫西方叫做世界，叫做妙观察智。吼、哦，东方伊叫一个足特别吼、哦，就是大圆净智。啊，再到流到南方宝生佛的时阵啊，第七意识莫那平等，平等下四丘就开啊，四丘嘛开啊，伊才较深。不过咱遮是博士班的，一定爱先了解吼、哦。咱到法度去甲技术讲，讲到伊是即块就开啊，这是咱的尾当骨。即年你若长过人吼，你爱愈拜佛，伊就活起来。因为你看，这是神经虫，遮。我刚看到之前有一个叫做多发性骨髓症，骨髓哦，骨髓哦，这样打起啊，拜佛拜到年外，感应着啊，啥物拢无法到目睭。不过伊爱读书哦，因为伊科学家到法度，伊有读书的人哦，
就是册读了侪，你若无读册，要甲伊讲，伊无要相信。你爱甲伊讲，因为西医啥物拢捌过啊，伊无可能要听咱凊彩讲一句话，伊要相信对吧？所以你爱印证，啊，你爱印证，佮爱摕数据互伊看。所以佫来就是吼，咱陪伊做，伊印证了吼，伊为啊，要求有志改变，心中改变，上重要伊啊肝着改变啊。所以多发性骨髓就是为这个所在，咱看嘛来伫遮，就是这块桥脑。搁即块食饭个迷走神经，吼、哦，所以我今日讲到遮，就是讲吼，因为咱遮是博士班个，啊，毋过无法度搁讲到足深个，啥呐？因为咱出家吼，大家足无用个吼，啊，所以希望讲，咱为今日开始念阿弥陀佛个时阵十念，所以咱看要哪念吼，咱来训练一遍，拢十念哦。因为O甲A拢同款，啊，恁遮念吼，拢习惯也无要紧，啊，毋过即个少年囡仔来个时阵吼，因拢会晓唱啊。因拍球，啊，佫有个爱跳舞的，伊拢爱唱，啊，阮拢安尼唱。阮家己讲十念，因为这是四十八台湾的第十八愿，拢是用十。啊，阮拢要用迄、那、哦、個，用手，伊就离开啊，吼。那我们来做一次，好，我们同声开口。这就是因为乌啊佮韩字要平等啦，因为有个人要念啊啦。我正常就是为着迄个处理迄个师傅吼，伊本身就是。算讲伊个脑退化，啊，逐工伊就是伫咧嫌。伊讲伊吼，妙莲老和尚家己是阿弥陀佛，啊，伊讲净空法师啥要念阿弥陀佛，安尼啦。我讲啊无安尼啦，我转去想看觅吼，啊我咱则过来过，啊怎我怎想到安尼着？阮着开始来念互伊看英文个吼，英文个在中，我讲你在莲花内开着你家己个莲花，安尼好无？啊伊着讲好，因为伊爱读书，吼、哦、我嘛讲英文，伊就讲我赞，好，我着用五花家己讲，第一花吼用台语。配台语，我用迄个啥物，广清老和尚来念，吼，我就念后，爱就开始念啊吼，一定爱互因笑出来，吼。第一回，咱做阵念啦吼，你听我音频的话，阿弥陀，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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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即个拄仔烧脑，烧脑，拄仔烧脑。嘿，所以你会感觉讲，咱伫念的时，以前咱是念四句四句，对吧？哎，这是三三四。你念的时阵，嗯，第一句好，真趣味哦，好。因为阮念的，大家拢念的拢同款，念的手嘛拢同款，脑想的嘛拢同款，所以这囡仔就念到笑到东倒西歪，很高兴。好，第二会，第二会哦，国语。背台语，好好，我讲蚵仔甲番薯做阵来，后来就有念。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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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小闹，我念到这的时阵吼，咱在台中这有一个军医。因太太吼，煞毋知哪会心痛，啊！伊讲伊足讨厌，足讨厌因太太心痛，啊！拢见大概来拢要讲伊是观世音菩萨，伊拢讲你去你爸边啊啦，啥物观世音菩萨，逐工着甲无客气。结果我就用这吼，甲伊讲，啊！因为伊是军医，所以我用这讲的时阵，伊就愿意听。啊，听的时我念这时，伊讲吼足好听的。第三句英文的。好，你看嘛，安那听吼，我闭个拢同款，你看，因拢袂去做啥物，就是拢同款。好，我们同声开口。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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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所以你若看伊册读足济，遐一寡科学家有啊，你家讲。请问你要念阿弥陀佛，还是念英文的阿弥陀佛？伊讲我要念中文的就好啊，足趣味哦。伊脑足趣味哦。请问你要伫只等，还是要加一只等加五块，还是要伫只等，还要伫只等？来足趣味的，伊就他会觉得原来我们的大脑是要训练的。哦，第四会就是吼，台语、国语，好好，我们再继续哈、哦、来。第四会就足好听哦，伊第一会时阵莲花啊开啊，哈大蕊有啊。佫开到尾啊，心内底愈开愈十百。啊，第三回就是英文的，就是你徛伫内底，迄个莲子，你才会靠愈济，愈感恩，你的花愈开了愈清净。
吼，过来呢，第四回就是国语甲台语哦，开讲吼，像华严经讲的理事圆融哦。好，咱来看第四回安怎念吼。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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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头前是国语，下面就台语啊！你莫看这囡仔足巧的哦，三岁囡仔，你家己教。安尼吼，伊踮边仔伫耍个时嘛，只阿弥陀佛安尼。啊，比如倒倒脚嘛，阿弥陀佛安尼哦。为什么音频的关系吼？最后国语国语的当中，就是迄莲花开啊，莲花愈开愈大蕊愈清吼。所以白净莲花毋是白莲花，毋是讲伊是白色，毋是，是你了解琉璃、钻石拢伫咧西方叫世界伫你个肉体内底吼。所以咱最后吼，甲这個。迷走神经，你看等下吃饭的时候，你这迷走神经底下，规条神经就是嗯，这吼，好来，我们一起来哈，同声开口，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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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到尾就是这电脑只上细了者，中国体，小脑开啊，所以五岁念一遍、两遍，拄啊一百声，一百声，搁一百声，拄啊一千声，记一个目白，搁一百声、一百声，两个目白、两蕊目睭、两个鼻腔、两个上下嘴唇、两耳啊，拄啊一千声。所以你看咱的耳啊吼，目睭五温，结果拢变啥物？拢变莲花，拢变啥物？阿弥陀。好，这就是咱啥啦？念阿弥陀佛的五回念佛，就是安尼，就是要让大家排冤家。叫我念佛的时阵吼，哎呦，伊感觉讲趣味了，伊就袂去嫌迄个师傅咧家教安尼了。伊讲伊大概听吼，伊念到会烦死，伊拢叫伊念，叫伊念阿弥陀佛，伊就要念阿弥陀佛安尼啦。吼，叫我安尼家讲了吼，伊就接受啊，伊接受啊，伊无去烦恼心嘛哦。啊，因为伊生了真庄严，伊就是因为。无法度念的落，就是因为生了伤庄严，大家看到师傅恁呐较庄严，安尼啦，伊就是安尼去互考倒去，伤悬，伊坐咧先足悬嘞，啊，佫面伤过，恁看是光光，结果我甲伊讲，我一看到伊，我讲你食伤侪药啊条，伊讲嘿，因为伊睏袂去，伊拢食干扰素。你看咱遮师傅，你看因安尼吼，不过你看因拢无爱袂退化，佮足严重。你看他们，你看他们的硬是根挂。因就是迄角质层啊，迄就是安尼意思。所以你啊，临床看这个人哇，像他这个东西这么年轻就开始了哦，就在退化。啊，他在发亮的时候就脑皮质，好、哦，立马就呱呱。迄光度看出来，啥呐？因为咱的脑吼，科学家伊无法度，因为伊这是斜方肌爱佫讲的。阿弥陀佛，你迄每一个细胞吼就离开啊，好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大概谈到这里就可以了哈。因为为着要吼，看咱内底的师傅吼，啊，所以呢，就是变成有现前身。啊，阮伫遮想讲一个意思呢，因为阮是不捉金啦，阮是无伫收钱的，啊嘛无伫做啥物吼，啊所以阮就讲一份心，啊，希望讲今日伫遮吼，啊嘛打扰，啊伫遮吼几啊工安尼，啊因为为着要上一寡迄个佛门的功课，啊走去补哩。啊，搁伫遮上课，啊，即个政府有规定吼，啊，所以阮变成上课的先学员吼，就分较久，啊，所以拢来遮，啊，才知影进院士吼，足深的因缘，因为我之前有一个，我迄阵伫啊为美国转来时阵，国亮法师，伊甲我讲这因家的各个区的，啊，所以我去遐有上过两课，啊，所以伫遮我搁第一遍转来时阵，感觉讲足亲切，因为透早三点就拜佛了嘛吼。伫遐看迄佛母准提，我甲讲，哎，净元寺吼，伊这个名，啊，佮这个愿力，啊，是毋是这个因缘的当中，是毋是要互遮个所在叫做阿弥陀佛开莲花？啊，阮早就是拢会伫遐吼，伫遐扫伊涂骹。结果我迄天看咱个观世音菩萨一尊足大尊个白色有无？结果想讲起来甲开一个，先伫这花市楼遐，想讲迄涂骹乌，阮就想讲淡仔先甲开。开到尾个时吼，伊内底足白光光个款吼，我就想讲起来甲扫者。结果一只鸟，我讲淡仔死足久个啦。迄鸟啊，伊讲要听音乐，搁听迄光源，
啊，我就甲因讲，啊，无咱先来遮扫扫完吼，啊，甲因埋葬，吼，啊，再来做端庄做西方极乐世界安尼，那些七宝池八功德水，啊，都啊，大家拢念佛，甲这个佛音做做阿弥陀佛的经，安尼，啊，所以阮就甲安尼，迄土遐吼，甲用深深啊，啊，甲用开，安尼就甲即只。那个鸟菩萨讲谢谢哦，阮净验寺安尼，大家常住法师可能嘛无用，看拢无啊白白起来，啊已经打甲足大啦，嘿，啊所以佫足大只，我想讲，无经过意思，我就较紧甲埋葬，因为太久了，嘿，啊所以今天非常感恩，就是讲今日嘛，因为长生法师的关系，我毋知咱讲咱只养生的吼，啊佫拢个迄个地分拢较悬的，啊所以阮今日吼尽一份心。啊吼，阮规是跪佛祖，啊所以吼，你要接受我们的意思啊，吼，啊无跪人的意思，就是讲，因为咱是很生宝啊嘛，吼，啊所以一份心，啊一点点意思，好一点点意思，好来，那我们就是，谢谢这些比丘尼大姐姐啊一份呢，吼，代表一份我们在永明佛寺的这份慈悲的心，啊供养大家代表，好一份心，好，我们先跪下来哈，佛祖阿弥陀佛，好，请我们接受。希望讲是要让你身体健康，安尼尔。嘿，大家健康。哎，对，好。啊，就是讲你有什么状况，有什么病吼，我提来照。啊，你就是专心念佛就好。哎，就这样子哈，那我们告假了。